何韵诗主演的舞台剧《贾宝玉》昨晚尾场演出，不少圈中人都有到场看，包括有岑建芬、陈奕迅、黄伟文同埋周国贤。谢幕之前，喺剧中饰演十二金钗嘅一众女演员喺观众面前解开恤衫三扣，唱阿诗嘅歌《光明会》。开始谢幕的时候，阿诗已经忍不住流眼泪了。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俾最热烈、最热烈的掌声，我系十二金钗。阿诗谢幕讲感受的时候，首先就多谢佢的父母。你知道我想要讲，首先我想要谢谢每一天，也不是只是每一天啊，就是我从我入行到现在，我每一个演出他们都会出现，这个演出他们看了20场，我的爸爸妈妈。之后阿诗就多谢佢嘅朋友，佢特别向填词人黄伟文致谢。今天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的战友，他陪了我10年，黄伟文，欢迎。我哋如果你嘅话，亦都唔系今日呢个场次。最后阿诗仲多谢佢嘅恩师妹姐梅艳芳。当然有一个人，我就是在6年前。做第一次的舞台剧的时候，已经，很希望他会在你看到。我觉得他其实每天都在看，然后我觉得因为有你们，他应该会很满意我这个部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